第19题、19题到23题是题组。中世纪有一群神秘的科学家，叫做炼金术士。这些人坚信，他们拥有的化学知识能赋予他们超凡的魔力。随着时代的演进，化学家也能呈现出同样华丽的盛宴。亨尼格·布兰德是一名德国炼金术士。布兰德尝试找寻贤者之石而未果，期间通过加热大量尿液而意外地发现了化学元素磷，成为有记录而来第一个化学元素发现者。他的实验简化后如下：第19题是问化学反应式平衡后生成物的系数和 b 加 c 为多少？我们的反应方程式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的无氧化二磷已经被确定要为是一。所以呢，表示我们要有2个磷，所以这里要写的是二。然后呢，这边要有5个氧，所以这里要写的是五。那么写完之后，我们碳就是5个，所以这个 A 的这个就是五。那么现在题目问我们的是 B 加 C 多少，就是2+5=7。因此第19题问我们说，生成物的系数和 B 加 C 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七。